点这个连线吗？我要点这个连线吗？啊。我们等一下主持人啊，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直播还有一位主持人和我一起，没了已经。Yeah, 进来吧。没了已经。Yeah, 进来吧。嘿，我我我。Hello, hello, hello, hello.Hello, hello, hello, hello. 我好像只能闻其声不能见其人了。我好像只能闻其声不能见其人了。好像打音是吧？我觉得这应该不是我的网络问题。我觉得我这次网络应该非常的完美，一定是主持人那边的网络不好，朋友们。起码在我这边看，主持人那边画面是卡的，啊，我现在已经有经验了，直播之前一定要弄好这个网络。我找了一个网络还可以的地方，是不是朋友们？卡的不是我，对不对？这个网络还可以的地方，是不是朋友们？卡的不是我，对不对？你们都在成长。再重新进一下。我重新进一下。你们都在成长。再重新进。我这里很丝滑，耶、yeah.。看，祁连山，这天气就是不一样。幸灾乐祸。我们调整一下啊，哎，好像是可以了。好像又不行了。好像可以了。好像是可以了。哎呀。听到了一声叹息之后，声音又没了，好像又不可以了。好像是可以了。哎呀，要不要也给你修一下电脑，主持人，主持人。好像是可以了。要不要也给你修一下电脑，主持人。我确实是希望修一下电脑了。声音越来越清晰了，声音越来越清晰了。Yeah. 修一下电脑，我确实是希望修一下电脑了。声音越来越清晰了，声音越来越清晰了。我确实是希望修一下电脑了。我看到有人说我有胡子，我本来正常我就是有胡子的。我本来就有胡子，只是可能今天是不是这个拍出来的这个叫什么？这个画面啊，可能就是比较显得这个胡子比较清晰啊。平时肯定有胡子的，怎么可能没胡子？真是。可能今天是不是这个拍出来的这个叫什么？这个画面啊，可能就是比较显得这个胡子比较清晰啊。对，可能是光线的问题。是是这个、我平时这个拍出来这个叫什么？这个画面、啊、可能没胡子呢。就是比较显得这个胡子比较清晰啊。光线的问题。我平时拍戏一般，比如说六点化妆，拍到晚上六点的时候，就可能要遮。那胡子就已经长出来了。我平时拍戏一般，比如说六点化妆，拍到晚上六点的时候，就可能要遮。对，四分钟过去了，主持人还没调好。你看看，这就是经验来的，朋友们，是不是我们一直在成长，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我相信这位主持人朋友以后绝对对这个网络特别的敏感。对，四分钟过去了，主持人还没调好。你看看，这就是经验来的，朋友们，是不是我们一直在成长，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我相信这位主持人朋友以后绝对对这个网络特别的敏感。好。朋友们，你们看到哪一集了？朋友们，你们有把现在应该是更新了八集是吧？
你们有把八集都看完吗？第八集，我也看完了第八集，我还看了电视上现在所有播出来的预告。嗯，那我们是同步的，可以可以可以，我可以只跟你们聊这八集，后面的就不跟你们聊了，不能知道的太多。啊，怎么出的厕所？我猜就有人会问怎么出的厕所。很多事情不能明表的，是不是？不能明表，有些东西就是要不要把那个最终结果给拍出来演出来，然后有些东西就是要去想，你要好好的想，好好的琢磨，对不对？有些戏就是要这样的，如果什么戏都完全的展现清楚的话，就没那么有意思了。嗯，哎，睡觉打呼像装修，哇，谢谢谢谢这位朋友对我这个打呼声音的认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时就是外面不是说描述的就是最近这个房子在那儿装修嘛，是不是？装修，所以你要搭配起来演的话，你在里面打呼的声音最好是要像装修那个声音，这样才能契合度完美一些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打得像我们平时那个睡觉打呼噜那样的话，那刘霞在外面说最近装修，那谁在那儿治疗谁都不会相信了，你说对不对？嗯，谢谢这位朋友精准的描绘这个祁连山打呼的声音，谢谢你。每天吃西红柿吗？说实话啊，西红柿是我非常爱吃的一个东西，所以在这个在戏里的时候，我相信可能每个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候，就是都有一道可能自己特别想吃的菜，或者是平时如果你想吃什么没什么选的，那就吃这个吧。我有时候就是如果没什么可选的，就比如说第一反应想的菜，我可能是西红柿炒鸡蛋，或者是大家知道的鱼香肉丝啊，所以我就觉得西红柿炒鸡蛋是一个比较符合编剧平时可以吃的东西，有营养还好做还便宜。祁连山确实这个在这个经济条件方面不是特别的充裕啊，所以他需要这个一些比较贴近的这些食物和菜来展现他的一个生活状态吧。所以西红柿炒鸡蛋呢，易上手，便宜，有营养，好吃，所以我就使用了西红柿炒鸡蛋。嗯，便宜是重点，不，我刚刚说的那几个点都是重点啊。哦，我看有人说那个什么顾学长的戏不要删，没删没删，朋友们没删。我相信大家说的都是那个那叫什么篮球啊，篮球的那场戏，大家觉得我删了什么？没有没有没有，篮球那场戏过后还是会出现的。如果在我的正常的拍摄的范围里啊，这个认知的范围里还是会出现的啊，只是那一段可能祁连山展现的是写完了篮球的那个比赛之后呢，他不是该往后怎么写，还是会出现的，删掉。只是那一段可能后面还会有。祁连山展现的是写完了篮球的那个比赛之后呢，他不是该往后怎么写，还是会出现的。只是那一段可能。祁连山展现的是写完了篮球的那个比赛之后呢，这透露太多了啊，朋友们。啊，篮球比赛还是会再出现的，好不好？嗯。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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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穆赫金约可能不虐嘛，这个我先不跟大家说虐不虐吧，但是当然是有温暖的地方，也有一些比较感同身受或者是内心有感受的戏都在嘛。嗯，这个穆赫金约可能不虐嘛，这个我先不跟大家说虐不虐吧，但是怎么是有温暖的地方，会有些比较感受或者内心有感受的戏都在嘛？这个事儿我还是稍微要说一说啊，因为有很多朋友，我看大家都在说什么，不是家人在演，是国超在演，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当融入了一个角色之后，那个角色所带来的一个感受，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你进去之后，你可能所展现的方式它就是这样，它这个人物就是这样。我发现大家已经好像觉得就是
是不是像祁连山这种表演方式就是我的本色出演？不是的，我是一个很稳重的人。嗯，只是这个角色是这样的。嗯，是这样的。扔包速度太快，这个是预告啊。扔包速度太快，确实，感谢大家这么观察我们的表演细节。我们确实在这个整个戏的这个演的时候，展现出了很多细节，大家都非常沉浸在各自的角色里。所以呢，有的时候当一场戏开始演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是在我们下意识有的时候展现出来的。所以像扔书包那个点呢，就是当下我认为非常需要的一个细节我也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导演也说非常的好，所以我就扔了书包。啊，你的拖鞋怎么张一只嘴闭一只嘴？哎呀，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下，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巧合来的。其实我现在很相信一个，有些事情你就顺其自然啊，它有点像是老天的安排。因为我们不是顺拍，不是顺拍，所以拍那个拖鞋的戏呢，当然首先这个拖鞋是我拿到祁连山这个角色之后，我就先把拖鞋发给了导演。我说我觉得这个，我在网上看到过一双拖鞋特别的有意思，我觉得这个拖鞋特别适合祁连山，然后就把拖鞋发给导演了，然后我们就认定了，好，这就是祁连山在那个家里穿的拖鞋。然后拖鞋呢，一开始拍他的戏的时候，拖鞋没有事儿的，他是可以做到两边都张嘴的啊，朋友们，一开始这个小恐龙的拖鞋是两边都可以张嘴的，但是因为拍摄的时间比较长，可能那个拖鞋坏了，他那个右脚的那只拖鞋就是坏了，所以拍到我们第一次拍这个拖鞋戏的时候，他就刚巧只有一只拖鞋张嘴。所以呢，我们也就是利用了当时这个当下的一些反应吧，来演的这个只有一只拖鞋张嘴怎么办。所以我在起床之后发现手机没充上电，然后起床之后我就做了一个反应，低头看看，哎呀，拖鞋有一只是坏了的做了这个反应之后接着出门嘛，这不出门了之后就有一个张嘴有一个不张嘴嘛。其实事情是这样的，一开始拍这个拖鞋是好的，那拖鞋拍到最后反而我们是拍的第一场戏，所以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拖鞋就只张一只嘴了。然后拍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原来我一直踩着地的时候，它那个拖鞋的嘴是可以闭上的然后巧妙的利用了这个点，导演就用那个这个恐龙的嘴闭上这一下用在了那个鸡蛋的后面当这个结束的反应。所以我们都是当下随机应变来拍的那些戏，但我觉得最终产生了这个展现的这个结果和效果都是我们还都挺满意的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呀？ Yeah. 果然让超哥自己扒扒就很好呀。Yeah.大家都已经记住了祁连山的这个所谓的什么祁连山的这个金句这个表达方式拖鞋卖断货了，真的吗？我刮胡子了，朋友们，可能这个滤镜就是这样呀、yeah, 星星项链对。怎么样？睡衣哦，睡衣。OK， 四个角色中最喜欢哪一个？其实我都很喜欢。我觉得拍《暮色新约》最嗨的一点身为演员最嗨的一点是，不仅你在这部戏里你演了本身的，比如说我演了本身的祁连山我还同时又演了罗成，又演了顾旭阳，又演了郑海。就是你能演这四个角色在一部戏里，我觉得对一个演员来说既是挑战也是可以让他兴奋的地方。没有谈得上说最喜欢哪一个，因为每一个都是我非常想演的然后我觉得《暮色新约》这个戏最厉害的一个点就是当这四个故事都在一部戏中出现的时候，他可以巧妙地将这四部戏四个部分的戏都可以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而且没有任何的跳脱，而且都在剧情的当中
在恰当的地方出现的，而且比如说戏中戏里面的很多桥段都是跟我祁连山的情绪它是同步走的，同步成长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点，这一点也要非常的夸一夸导演，感谢一下导演，就是想要把这个剧本和拍摄包括后期呈现，因为它四个部分其实是四个调调来的，因为大家也能在我们的戏里看到，就是比如说罗成出来的时候，他所有的一个质感和所有的人物状态其实全都是打破了比如说祁连山啊刘霞这所有平时的这些状态的，所以要让观众瞬间的进入到罗成的这个故事当中，这个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些方面我觉得导演是很厉害的，然后全组的演员我觉得都非常的厉害。非常厉害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大部分的演员都需要完成在一部戏里演四个角色啊，大家是都知道的，但这四个角色怎么演呢？你要在这四个角色中不知何时何地的随意穿插，就是有可能今天我们在演祁连山明天可能演的就是罗成，有可能晚上演的就是顾旭阳，所以我们全组的演员都是在自由切换啊，当然你要自己的去消化，自由切换，这是我非常佩服这部戏所有演员，包括演职人员，所有工作人员的一点，就是大家都可以在这四个故事当中无缝的来回穿插，来回的调整，而且不会有任何的出戏的这种表现。比如说有一些人可能会担心啊，我今天演学生，明天演警察，会不会状态过不去呢？但是我觉得全组的大家每一个人都消化到了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和感激啊，因为大家都很厉害啊。非常新鲜的一点就是，当你白天还在跟别人演可能编剧的时候，到了晚上突然间比如说贾鼎辉老师辉哥突然出现在你面前，他就不是你的老板了，你要瞬间切换，然后你可能演着演着到校园的时候，贾鼎辉老师又不是那个形象了，然后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新面貌出现在面前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点，就是在别的戏里很难遇到的一个点，特别的有意思，也特别的新颖，也非常的激动。嗯，对于我们演员来说真的非常的激动。 Yeah， 怎么可以同时拥有这四个这么帅的朋友啊，你看暮色星约就好了嘛，对吧？看暮色星约你就可以同时拥有四个。嘿、hey! Hello yeah, yeah, yeah.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终于迎来了你，终于来了，终于来了。我的这个电脑，我估计也是被昨天那个被江潮的那个倒了水了，对吧？泡水了，对不对？非常的理解，这个时候就要学习感同身受。然后我最近是一直在追剧，已经追到第八集了。Yeah. 今天晚上应该还会再更新两集，第九集和第十集，对吧？应该是。行，我那个什么，我就咱们赶一下进度吧，因为各位小伙伴们，我们都已经进来了哈。我们接下来就先给那个各位小伙伴们在看这个剧的时候特别特别关心的一些问题，我先替我们小伙伴们问一下，然后让那个嘉伦哥帮我们回应一下，好不好？来吧哈。第一个问题就是在看剧的时候，很多人在发弹幕，有一个问题说祁连山有任嘉伦同款的倒装句，比如说我走还不行吗？我选错戏了，他选错戏了，根本就这些倒装句是你的这个本身你自己的一些创作，还是说是编剧就是根据你山东人的这个身份去写的？首先有一些词其实我们是现场发挥的啊，这部戏里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我们现场发挥的。导演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有一些戏导演不会喊咔。所以有很多惊喜都是导演不喊咔，我们接着演出来的东西，啊，比如说可能在剧本里，大家一开始看到的那个祁连山在自己演，说对不起我是警察，就说哎演的还行啊，那个其实哎演的还行啊，就结束了，啊，那个其实剧本就已经结束了，有很多戏后面的东西都是导演不喊咔，你自己演吧。
啊，然后我们都知道导演不喊咔，当然我们表演不能停啊，对不对？这是我们演员的基本素养，对不对？然后你就开始演，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在那种接着演的这个人物状态里展现出来的。那那些倒装句呢，确实是可能我融入了这个角色之后，有一些小习惯还是在我的这个身体里的啊，可能有时候一激动呢，本人的一些小习惯会展现出来的啊，所以确实那些是比较像我个人的说话方式啊。对，所以说好多人说这个剧就感觉是国超在参演，是最像你的。哎呀，怎么说呢，其实我还是想表达，其实我个人还是非常稳重的一个人啊。然后我内心是非常有一个灵活的自己，但是确实我平时的生活里不可能像祁连山这么的搞笑，这么的具有喜感啊。但是呢，你说完全像是国超在演，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多多少少是带有我身上的一些可能特质吧，啊，但不能说完全这就是国超来了，这是不可能的。这还是我沉浸在了祁连山这个角色里之后，根据整个剧本的展现，人物的各种的一些特点融入进去之后，自然而然产生的一些，比如说反应啊，或者是演戏的方式。对，所以说大家就是问的那问题，说祁连山是任国超演的吧，你怎么看？所以就是真的有很多地方比较像你是吧？我觉得这个我也就不去太多的关心了，因为什么呢，如果大家觉得那样像国超那就像吧，啊，只要大家喜欢看就好，对吧？对，这个剧应该是你演过的喜剧色彩最浓的一部剧吧。目前看来应该是，因为我其他的戏里，其实我，一直看我戏的朋友可能会发现，我多多少少有些戏里都加到过一点点的，比如说喜剧的东西或者喜剧的反应什么的。但是祁连山这个角色确实就是放开了来吧，就是导演也不限制我，因为祁连山这个人物。我理解的是他确实需要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本来他人物就是这样，再加上有的时候可能心理咨询室那边有一些戏是比较揪心的啊，比较让人同情或者难受的，比较引发共鸣的一些戏的时候，那到我这儿来需要有一个情绪上的一个转换，不然我这边也低沉是吧，我这边哎呀我天天写的也不行啊，怎么怎么，我这儿也低沉，刘霞那儿也低沉，你说这个戏还有什么意思呢是吧。对，所以这个剧里边这个祁连山就成了一个喜剧担当了哈。下一个问题，我们都今天就以为看不到你，因为按照祁连山的作息的话这会儿应该是在睡觉对吧。啊，就是啊，确实就是当做祁连山的话，有这么一个机会，那你的哥肯定要让我来对吧，哥让我来我也不能不来，毕竟开会我也要去啊，是吧。但是你自己的作息是什么，是比较规律的，还是也是喜欢晚睡的？我如果自己，我是跟着那个拍戏的这个通告来的，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剧组是要需要我早起的，那我就是早睡早起啊，我是跟着那个剧组通告来的。有些夜戏比较多的剧组，那他就可能是睡觉比较晚，起得比较晚，因为他需要这个黑天才能拍戏嘛。就是生物钟跟着那个拍戏进度走。对，我是跟当下剧组走。跟着剧组走哈。下一个问题我觉得是特别细腻的问题，说你的那个小恐龙拖鞋大家都注意到了，那个小恐龙拖鞋是不是带着祁连山他的本人的情绪，比如说他张嘴的时候就比较惊讶，闭嘴的时候就比较沉默，这个小恐龙拖鞋是怎么，是道具老师给设计的，还是你自己比较喜欢这个道具？在你刚刚在调整你的电脑的时候，这个问题我跟大家聊过对，聊过了。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我那个在这个怎么讲，就是在拿到祁连山这个角色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我想要提供给导演，就是我个人想法里要提供的一些新鲜的东西的时候，我第一个提供的就是这个拖鞋，因为我当时正好在网上看到过这双拖鞋，我就觉得它很有趣。然后我看到祁连山这个角色之后，我就觉得非常的适合祁连山，他能无形中给我带来，就给人物带来很多我想要的这种感觉，比如说喜剧啊，包括各个方面的一些天才的一些地方，他无形中我穿着他我就会带来这种感觉，然后发给导演，导演也是认可的。然后那个张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不是顺拍啊，不是顺拍的，所以我们之前已经拍过这个拖鞋的戏了。拍到这个拖鞋第一场出来的这场戏的时候，拖鞋坏了，
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右脚的那只拖鞋坏了，我们拍的那天才发现，哎呦，拖鞋坏了怎么办？所以我起床的时候，我就加了一个那个反应，就是我低头看了看，叹了口气，就哎呀，今天这么倒霉，因为那段戏就是一个倒霉的开始嘛，对吧？然后起床了，手机哎没充上电，一看哎拖鞋也坏了一只，就是倒霉的开始，所以它非常的在我那个情绪里，所以我们就顺着这个坏拖鞋坏了演的，那出门了之后，拖鞋只张一张嘴，对吧？那后面我们好宝宝们都说超哥真好，刚刚明明回答了这个问题又给主持人回答了一遍。好，我继续问下一个问题哈，因为下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下一个问题有回答过吗？说就是去买菜市场买菜的那个问题，大家有刚刚有说过吗？你想说的点是什么？我说过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炒鸡蛋有去过哈，那这个就是我这个问题我比较想问，我在看的时候就是它不是祁连山，不是天分，是这个精分。我特别好奇，就是你有没有像祁连山一样，就是在这个拍戏创作的时候，也有那种演自己在那个房间里面演着演着就开始演起来那种时候？其实我个人平时是不会演起来的，但是我个人会这样，就是我如果在看我个人演的剧本的时候，我会看的比较慢，是因为我会一个字一个字的看的同时，我在脑海里演。你明白我那个意思吗？就是我是在脑海里演，但我并没有展现出来。但有一些反应，我会看着看的时候，我抬一下头，做一下那个反应，感受一下，然后我再低头接着看。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但我不会像祁连山这种，啊，就在屋里就开始了。我还没到这个地步啊。对，就不是说那个吃饭了，突然间自己那么演那么一段啊，不会是吧？对，没有。但是我当时确实去请教过很多编剧老师，因为导演也是编剧出身嘛，我也请教过他的团队。其实，在这个编剧这个行业，很多编剧啊，在那个屋里写这个编剧的状态啊，在进行这个工作状态的这个时候，比我演的更夸张。你明白吗？就他其实我还是含蓄着来的。其实大家可能觉得祁连山平时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啊，自己在一个屋里还就用句子来，就其实平常的编剧可能比我来的更夸张。我选择了一个合适的度来展现了一下啊。明白。对，下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好像是我们看到现在是祁连山作为编剧其实还没有拿到一分钱是吧，除了他那个准嫂子给他支了那么一点现金，对吧？对。所以网友就说祁连山他是在负债上班，对于这个你是怎么看呢？我觉得啊，我不是负债上班，平时我演的这个心理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没大有多少钱。咱事业刚起步，没什么太多能力，然后因为现在没有播到太多的这个闪回的戏嘛，如果过后播到闪回的戏，大家就知道我从进这个工作岗位以来，来哥哥这儿工作是我的第二份工作啊，然后一直以来都是哥哥在帮我，所以呢他没有什么社会经验，他就是在写剧本，他也在成长，他没有赚多少钱，所以他才需要租房子。你也不能租太多的太好的，是吧？你吃饭也要省着来啊。然后因为编剧平时都在屋里，我们的祁连山的设定就是也不能一直在屋里待着，需要出去观察生活，所以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出门去市场买当天吃的菜，只买这一点量，所以这就是他作为观察生活的一个方式，也是我本人平时这么观察生活的方式，就是出门看所有人的生活状态。你也会观察生活是吧？走在大街上也会像珊珊一样看看这个角色，看看哪个角色。我现在都能记得，我平常就是以前就是打乒乓球的时候，天天不是坐车来一两个小时吗？我在公交车上看过的所有画面，有很多有特点的人，我到现在都能记得。所以都是平常的储备来的，其实，菜市场那我刚刚做过了，你现在还有机会逛菜市场吗？现在当然不去了，但是逛菜市场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因为我觉得那才是生活。我进到那个里面非常的开心啊。对，刚刚有小伙伴们说我们这个时间因为刚刚进行的这个稍微那个进来了晚了一点，我们能不能稍微再延长那么一点点？来，严峻一点点哈，好，来，我们有几个那个，因为在这个戏里面，我们都知道你一个人是演了四个角色嘛，我们就让你做这一个游戏，让你把这个四个这个角色分别对应的场景来猜一猜，好不好？那个里面应该也有一个相应的我们这个 emoji 的表情，给大家来看一下，分别对应着你这不同的角色，然后对应的不同的这个身，你那边应该也有哈。
啊，我这边有一份，来来来。哦，是什么连线吗？对，连线，我们就来猜一下好了哈。你觉得这个第一个这个对应的是什么？哦，大家也能看到哈，我们看到是一样的，也能看到吗？哎啊，差不多哈。OK。OK。第一个，对不对？什么不睡觉？超哥放开了玩儿。不睡觉，写啊，熬夜搞创作，是不是？是这样连线吗？对，是的，熬夜搞创作，没错，对吧？熬夜搞创作。第二个来，第二个是这什么？一个人开车吹成了超人，蝙蝠侠，超人，那就是警察飙车。警察飙车，没错。第三个来看一下哈，一个人打嘴血，那就第二个吧，拳脚相加打架是吧？那对吧 ？OK， 最后一个，这个就很好猜了哈，排除法应该就是，那就第一个了，赛车获得第一名啊，赛车获得第一名，全部正确，我的天，全部正确。哎，时间比较紧，我就那个剪精华的玩，因为在这个戏里面不是。珊珊虽然做的是编剧，但是有的时候跟那个客户沟通的时候不是有些问题吗？我们今天就来训练一下你这个怎么，因为我们既然是编剧课堂，就怎么跟客户去交流。我们选择了几个场景让你选择，让你反映一下，就是这个场景里面你该怎么跟客户玩，好不好？我是要怎么就好好认真回答，还是需要？就是按照你可以回答两个版本，一个是祁连山的那个版本，就珊珊会怎么回答；第二个是有可能任嘉伦会怎么回答，好吧？你如果问职场的珊珊，肯定是满脸懵啊！这不进阶学习嘛哈？来看一下第一个哈啊，来看一下第一个，说你跟甲方聚餐，你刚坐下，旁边那个老板就说你还没有资格坐我旁边啊，你会怎么回答？我吗？嗯，啊，就是我本人是吧？对，你本人会怎么回答？珊珊会怎么回答？我刚坐下，他说你没资格和我一起吃饭。对，你还没有资格坐在我旁边。哦，我会回答，我说是您让我坐在你旁边的呀。你的回答是这个是吧？如果是珊珊的回答呢？珊珊对，如果是珊珊回答，那老板说你还没有资格坐在我旁边，珊珊会怎么回答？祁连山，珊珊让我哥让我坐这儿的。那确实是该那个啥，是该那个再进修一下，感觉好像这个活还是接不下来。他们网友有个回答特别逗，说你可以跟那个老板说坐在这个座上夹菜比较方便一些。哦，是吗？哦，我想的还是个圆桌呢，圆桌那种在哪都可以转转转那个圆盘的那种呢。啊，我都还没想到这个在这儿夹菜方便，比较方便。哦，学到了化解，尴尬对吧？啊，学到了，学到了。对，学到了哈。那有了这个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哈，第二个场景就比较好一些了。这个场景我相信你可能也会遇到过，就是很多年没有联系的同事或者是朋友，突然间给你发微信问说在吗？然后你会怎么回答他？我本人吗？对啊，我就回答怎么了或者是在啊。那你也太实在了，因为很有可能一般就是很久没有联系的人突然联系你，很有可能是要借钱。哦有可能，对对对，要帮忙了干嘛，要签名照什么的。那你要怎么办呢？啊，我肯定先问怎么了，然后看看是什么事情嘛。啊，我一般就是，如果是借钱呢？借钱我是看情况吧，一般没大有朋友跟我借钱啊。哎，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因为我们现在好像网络上都有这种说借钱烦恼，然后就是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突然间问在吗，一定是要借钱，要用一些什么样的技巧，然后规避这个事情。哎呀，我觉得这个看情况吧。首先我好像身边还没有一些就是莫名其妙的人来给我跟我说借钱啊。平时好像我一般有过那种情况，就是我看到谁好像最近确实遇到一些，比如说遇到一些家里人生病啊什么的事儿，我就可能会多多少少的去帮助一下，
然后我就说你可以先用着啊，治好病咱再说啊，我有过这样的事儿啊。哇，你这个好真诚，好像咱们这个山东人的这个比较直的这个性格呀。不过确实有些人就是遇到了一些情况之后，确实到了一定程度，虽然大多数的人都选择这个不帮，但是有的时候我是看不大下去，我是说多多少少给予其他人一些帮助啊，说不定对别人来说一个小小的帮助，对他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呢，对不对？对，这是对于朋友，你看有一些如果说不熟的人来借钱的话，大家给了一些建议，比如说啊，借多少，我从现在开始存，然后还有一些说啊，对吧？还有一些比较好玩的是说那个可以把自己的那个余额不小心假装不小心发给对方，然后说怎么了？哦，看来大家遇到的事情都非常的丰富哈，比较好玩一些哈。好，最后一个。对，最后一个哈，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去服装店买衣服，然后遇到那种就是那个店员，你想试一下这个衣服，然后店员突然间问你说，这个衣服还是挺贵的哈，然后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啊，有那种我确实，我好像遇到过这种情况，那你怎么办呢？我以前遇到过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我确实去一个眼镜店里啊，买那个配那个眼镜啊，然后我可能挑的那个眼镜就是比较贵，然后好像我那个时候看起来就比较像个学生嘛，他觉得我付不起，好像拿不出那么多的是吧？啊，然后他那个意思一直跟我说这个是多少钱？你听好了，这个是多少钱？但我当时听完了之后，我说啊，因为我真的很需要，所以你帮我拿一个吧，啊，然后他也没想到，然后但是我的方法就是没有管他说什么，我就该要我还是要了，啊，这个回答，然后也没有，然后竟然买下来了是吧？啊，买了，因为当然我当时是因为我是需要他呀，因为我当时眼镜坏了呀，我去看的时候，我作为我个人是因为我就是要那款眼镜嘛。啊，所以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你那个情况是不是没做好准备的时候遇到的？不是，你这就是受委屈了，属于就是那被服务员欺负了，你还就默默的买下了它。他们网友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回答，说你可以跟那个服务员说，他不是说这个还挺贵的，然后你就不经意一下把那个眼镜试一下，试完之后给那个服务员说，如果你不努力的话，你会永远觉得贵。哦，哇。现在这个社会啊，你努力可能还是会觉得它贵，但是大多数网友还是觉得说，可能还觉得比较那个什么，最后就是说含泪买下眼镜，然后回家偷偷的哭，对吧？有点就社畜的感觉。明白了，就这感觉哈。OK， 我们最后的时间还是来聊一聊我们的剧哈，因为现在就是已经是播到我们第八集了，然后马上到了第九集、第十集，发现后面的剧情开始比较甜一些了，对吧？因为后面的开始。从你们那个喝醉了酒之后的那一场戏之后，然后后面开始甜了，能给我们剧透一下后面可能的走向吗？后面的走向啊，当然这个走向啊，我想想在腾讯视频的这个对我们这部戏的简介里应该透露过，应该我们是慢慢的祁连山会走向这个事业越来越好的这个方向嘛。啊，对不对啊？但我就透露这么多了，祁连山可能会越来越好，然后大家之间可以这个心灵上的安慰越来越多，然后互帮互助的地方就越来越多了，然后可能顺带着这戏中戏的这些内容也就慢慢的和这个祁连山和刘霞的故事走向相对来说会重合的多一点了啊，然后又要开始一个戏中戏了。又要开始戏中戏了，对，一共四个不是吗？现在是出现了两个三个嘛，加祁连山本身嘛，啊，又要快要开始一个了啊。对，那我们比较期待哈。那你有听说吗？就是你现在给祁连山和刘霞这个 CP 名字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祁刘海儿。啊，我那天看到了，我也是就是万万没想到叫祁刘海儿。喜欢这个名字吗？挺好，是因为我没想到啊，好，
好，我们就不留哥了，因为哥接下来马上去微博去要去直播了哈，要去微博去直播了。然后最后还是想问一下哥，就是那个不是那个昨天的时候，baby 还有另外我们几位主创在直播的时候立了一个 flag， 说我们到达一定这个播放量的时候，你会跳女团舞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有谱吗？有戏吗？我一个人跳吗？你可以拉着他们一起跳嘛，但你要领舞。这样吧。这样吧，让我跳女团舞可以，让他们每个人唱一首我的歌，主题曲是吧？我的歌，我只要我发过的就行，可以让我跳女团舞，我接受啊、嗯。但你要唱我的歌，行不行？每个人的任务，每个人的任务，安排、啊、这个好。好，谢谢哥今天来到我们直播哈，也要提醒一下我们看直播的各位小伙伴们，我们的腾讯视频呢，暮色新约会员首播是连更10天，到每天晚上16点钟连更2集，然后7月13号之后，我们的会员每周四到每周六18点也会更新2集，所以说非会员呢，每周四到周一18点是更新1集，我们一起来跟着我们的秦连山来解锁后面更多的剧情，好不好？嗯，好，好，好，最后哥你跟我们说再见吧。好，拜拜。希望大家多多观看暮色新约。好嘞，待会儿微博见。拜 拜, 拜, 拜。